就是这个路牌。 这里面就是这个喷泉呐。 就是这个 hotel， 就是这个，你看一下，这个 hotel 是孔玉站的这个门口，啊，这个是孔，就是那个吗 ？Rose 旁边那个，看到了，先找个角度，那我也不在。 啊，这里可以的。酒店吗？哦哦。在表演。这个上面，到那个上面就是电视里的那个栏杆。 就是这个栏杆，差不多就是这个角度。没有，这边我们来说300块一晚。300块已经不错了。现在好像快涨到1000块。哇！这酒店，大堂门口。 这里就是前台，信箱在这里，就是这个，这个信箱。啊，这里有个兔子。 啊，这个好好看啊！这小王子，嗯，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要呀要呀要！好像就是这个楼梯吧？是这个吗？上来就是这个吗？就是这个是吧？ 啊，这样看就对了。这样看。 From my fear.